主料，鸡翅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十三香少量，蒸鱼豉油少量，郫县豆瓣酱一勺，蒜三瓣，干辣椒两个，啤酒一罐，鸡蛋一个，花椒少量，味精一勺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鸡翅改刀以便入味。佐料，加入13香盐、味精、啤酒，抓匀放蒸鱼豉油、鸡蛋，再抓，再加入少量干淀粉，锅内放底油，放入鸡翅煎至两面黄煎好出锅，鱼油放入花椒、干辣椒、蒜爆香，再加入郫县豆瓣酱，加入鸡翅翻炒出锅。成品，烹饪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